讲的故事是形状和颜色。这个蓝色的靠垫是星星的，这面红色的帆是三角形的，这张黄色的桌子是正方形的，这个红色的图案是星星的，这个绿色的生日蛋糕是圆形的，这个紫色的风筝是菱形的，这幅五彩变分的画是长方形的。